然后看这里有一个尖，这里看到没？箭头。对，有个箭头对着这边，对着这边，箭头对着这个连接头的这一个方向，它有一面是平的，看到没？嗯，有一面是这个，然后把它推上去，推上去，给它组装上，推进去，推到位。嗯，组装好之后，然后再把这个放上来，这锁管是这锁，然后试一下，看。这是不同的适配的头。嗯，等一下啊，这个怎么搞？插进去了呀。这个是这样子锁的，这是苍蝇的，等一下，这是华为的，你先不用了，先暂停啊。对。